facts， 你知道吗？嗯哼，我不知道。Here we go. Horses and cows sleep standing up. 马和牛是站着睡觉的。对。那鱼睡觉的时候呢？那我也不知道。躺着的吗？那我也不知道。鱼睡觉吗？那肯定得有休息的时候。那我也不知道啊。就他们那个系统里面称为睡眠吗？不清楚。应该就是稍微停下来。好像是不是蜂鸟？它是不是也不停下来的？什么鸟？大家再找一下。好吧，嗯。There are more stars in space than there are grains of sand on a beach。整个宇宙里面的星星，星星比那个沙滩的沙子还要多。所有的沙子。嗯 ，You can't believe it。嗯，那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呢？他说的真的要比那个还要多啊！等待人类去。我的意思不是一个币，是。对，就是所有的，就是所有的。哦，当然他也没仔细算过，对，那没准儿地球上沙子多呢，对，是吧？这也不能肯定的，因为地球上到底多少沙子，也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啊，是的。As well as having unique fingerprints, we all have unique tongue prints. 哇哦，手指的指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每个人的舌头里面的舌纹也是不一样的？唇纹呢？是、嗯，还有就是那个，视网膜，虹膜那叫是吧？对。嗯、Next，OK、okay.。Tomatoes and avocados are actually fruits, not vegetables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就是最早的时候，西红柿和那个牛油果都是属于水果类的，后来才把它就是放在做菜里面也要用，是吧？嗯。哎 ，avocado 是吗 ？Avocado 有时候现在也会把它放在菜的系列。哦，尤其西餐、中餐没有这个说法。嗯。因为在中国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少，嗯、太贵。OK， 下期再多介绍几个更有趣的吧。好的，希望观众开始阅读、坚持、学习、思考。墨镜绿，开始 ，peace。